好，我们双方的这个参赛选手已经就位了啊。等一下，能不能赛前有一点点那个给运动员的一些嘱咐，好不好？可以的，可以的。小唐是这样的，是要赢的啊，但是不要一直目露凶光，你看见？因为这个环节是要笑的，好不好？对，把咱甜美的那一面拿出来。因为我刚刚看到小唐走到那，其实呢，有一种说我必赢的感觉，笑的啊，笑的美，甜美的，甜美的啊。一定要露牙吗？当然，八颗牙，少一颗都不行。我在做那个牙上面有那个附件怎么办？牙上他在做戴牙套，所以他牙上有那个挂件，这个可以理解。我也有附件啊，我也戴附件呢。我也有附件啊，这里面全是附件。那这样，我们提出一个要求，如果有附件的人必须露出附件。我们货比三家，看看谁家的附件质量好。那不好意思，我先赢你一局，因为我是假瓷片。有什么厉害的？假的永远打不了真的，真金不怕火炼。哇，那你还得做副驾。我想问一下，为什么一个艺术体操的比赛放狠话，大家在比呀？来吧来吧。穿着红色马甲的是来自好乐团的赵小棠。笑容笑容笑容。好，蓝色马甲对战的是来自超乐团的夏之光。哇、哦、OK 呀、啊、快点光光挂件。笑笑笑。哇，光光这表情管理太厉害了。好，快点开始了，一会儿笑僵了啊。这个笑真的是。